嗨，今天吃的全是草莓类的甜品。先吃这个泡芙，超大的。先把上面奶油吃了。我以为是实心的，结果里边还有一层奶油。草莓芒果千层。绿色的和白色的巧克力，中间这层是山楂。好好吃啊，这个千层。哎呀，呦，我把草莓叶子吃掉了。看着密密麻麻的千层，最后一个，这里边是实的。